今晚即将播出的古建芬音乐会，周深与童声合唱团演唱的《歌声与微笑》现场路透照出炉了。北京卫视官方3月8日的节目列表也显示了晚上7点半播出京东晚8点音乐会。网传周深将退出《奔跑吧》第11季的录制，周深对《奔跑吧》时热度的加持毋庸置疑，而且综艺感爆棚的他确实让节目更好看了。但是周深毕竟是歌手，长期亮相综艺，尤其是非音综类节目，对他其实并不是好事，多多参加音综才是正道。时光音乐会二收官后，原本以为周深会继续与芒果合作《生生不息宝岛记》，但可惜并没有，所以他的下一档音综可能是《天赐的声音4》。在《天赐的声音3》中，除了一如既往的高水平唱功外，周深还多次表达了音乐相关的精彩言论，这是在其他综艺中很难看到的东西。继续留任对他来说是好事，吃瓜不信瓜，坐等官宣吧。